辉煌集团有限公司为铁路集装箱物流运输量身打造新型铁路专用集装箱门式起重机。 U 型门架，双悬臂拉杆，刚性强，重量轻，集装箱任意角度过腿，吊装卸载方便，吊具冲转冲斜系统，适应性强，效率高。大车运行装配，门架装配。小车装配。系统，全数字变频及 PLC 控制技术，高精度传感器数据采集技术，工业计算机数据分析处理系统，集装箱吊运作业指令由中控室发至作业启动机。司机室接收中控室发出的作业指令，起重机司机操作联动台触摸屏开始进行装卸作业。联动台触摸屏实时显示吊具位置状态、大小车位置状态，临时接收插单作业，优先完成目前进行中的作业。基于机器视觉的精确对箱技术，当前执行作业完成后，执行插单作业。联动台触摸屏实时显示吊具位置状态、大小车位置状态。配备 PDS 系统，起重机运行目标位置与 PDS 系统指示位置不对应，司机操作下降摇杆，起重机不执行吊箱命令，并发出警告信息，直至司机将起重机运行至系统指示位置，起重机继续执行吊箱命令。程控路径规划
及避障技术。中控室接收起重机反馈的完成信息，并录入数据库。